加入队伍。大师是强攻，请将大师添加到阵容空白位置。大师需要吸收魂环才能发挥更大的实力，前往猎魂森林为他猎取合适的发师是强攻系魂师，需要吸收。有把握获得战斗胜利时，可以开启自动战斗。到此为止了。柔技发动，和大师的猛兽系魂环，快去为他吸收吧。小五，我一定会保。没有废物的武魂。大师的第一魂技轰天裂地，强攻系魂师第一魂。学院方向传来一阵嘈杂的吵闹声，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你的故事生们的小武器，胆子不小啊，还敢带着这帮攻读生来这里闹。你就是萧晨宇，婆婆妈妈废话真多，我看你现在投降还能免得一顿打。哼，小丫头骗子嘴巴倒是挺硬。柳龙，去把他们收拾了。小武姐，我先上去会会他。我早就看他们嚣张的模样不顺眼了。说我冲动吗？别人都欺负上门了，我要是能忍，我就不叫小五了。不，小五，你做得很对，我们攻读生不能老是被人欺负。等等，王胜好像情况不太妙。替他出头，王胜已经输了，现在我来替他出战。萧老大不会连这点气量都没有吧？想找死，我不拦着。柳龙，陪他好好玩玩。集中火力对付强大的敌人，其他较弱的敌人可交给大师的群攻魂技来解决。请使用唐三的缠绕，将最强的敌人控制住。大师的魂技轰天裂地，能同时攻击所有敌人。你做了什么？看到了吗，萧晨宇，我们攻读生可不是好欺负的。真是不堪一击。
还柳龙呢，我看叫你残花败柳还差不多。怎么样，小老大，还要继续吗？第一场算我们输了。凌风，下一场你上。是，小老大，我会让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。攻读生永远都只是攻读生。三哥小心啊，这个凌风不好对付。王胜，好好休息，不用担心我。这口气，我一定帮你出。凌风是敏攻系魂师，单体伤害高，容易使我方减员，请先将他击败。我的脚步不会被阻挡。